中华职棒新球季即将在3月23号开打，17号联盟也举办了30周年宣告活动，邀请昔日的四大天王胡鸿钦、黄平洋、谢长亨、陈奕迅合体。过去常常上演经典对决的黄平洋跟陈奕迅，在台上还斗起嘴来。印象深刻，那当然是跟那个臭屁臣啊，但是大家就叫他臭屁臣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承受，坏的尽量给我。我们应该是，我都向来都很尊重我们的学长跟我的学弟，把最好的给他们，最坏的我做一个 ending， 这不是很好吗？我说对不对？这也是蛮有梗的，对。此外，中华职棒大联盟也邀请了4队现役球星陈俊秀、高国庆、王泽君还有罗华伟前来站台。他们除了分享对四大天王的印象，拉米狗陈俊秀还在台上爆出惊人之语。哦，我那时候2岁，第一年我才2岁，2岁而已。我这样喝牛奶。好，当然会紧张。没有啊，就看到前辈他们就很开心，就是心里会想说，就是他们到现在都还能够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，不是啦，还很硬吗？叔叔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忘记我在说什么。对啊，没事啦，那不是问题啦。对啊，那不是焦点。原本想说什么，要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讲？就是很感动，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他们一直在我们心目中本来就是球星啊，只是觉得学长他们刚刚在私底下在碰面的时候，他们的对话都这个样子，我就觉得打棒球的真的都是这样子。对，我还问金秀说，以后我们到这个年纪碰面了，我们讲话会这样子吗？对啊。昔日四大天王现身，不仅勾起许多球迷回忆，活动当中也宣布了明星赛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新庄棒球场举行。至于热身赛，则会在3月9号由拉米狗桃园与统一狮率先点燃战火。